OneNote 提供多种测验题型，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题型该如何回答。练习题。练习题中可能有一个题目，也可能有多个题目。开始作答。完成后，按下上方的提交结果。如果未达标准，必须重新作答。投票题。选择您的答案后，按下上方的提交结果，就完成了。涂鸦题。请使用这些绘图工具，在图案上画出你的答案。完成后，按下提交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影片测验题。观看影片时，来到老师指定的影片时间，就会出现题目。必须回答正确答案后，才能继续观看。